影片开始前，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？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OK， 影片开始 ，Let's go。来50302号，喂，哎，50302号，你把 YouTube 声音关掉。哦，关掉啊，现在啊。来，我也有节课是吧？哎，来，二号你好，来，安安几岁，哪里人？哦，40多岁，上海的。好，40多岁，上海的50302号啊、哦，来，二号你想说什么？哦，是这样的啊，就是你好像以前是对我还是挺排斥的，就是老是催我一讲嘛，就催，哎呀，真是其他人都不催的。上次嘛，我和你讲了点气话，哎呀，也没办法，你就是确实挺排斥我们。哎，我总有点想法，你们没必要那排斥我一上来可能有那个，不流畅，我慢渐入佳境的。每次我渐入佳境的，你要赶我走。好，我个人也是跟你连线这几次，发现你这个也越来越进步，口条越来越好了，不错不错啊。是嘛呀？哎，不要。哎，好，其实我那你还不赶快继续啊？哦，那我继续啊，我其实我是，那么我也迎合你，你要五统，我也就说五统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要五统啊，我哪有要五统？嗯、啊，我不是你要这个，好像比较有流量什么的，我没有五统啊，没有啊。啊，这是啊啊，哎，啊对，等一下，你说流量是不是？哦啊，我都拉你上来了，我还要什么流量？你流量杀手、欸、不是的，好好好，哎、欸，对，等一下，我说这讲什么了？干，哦、现在我是越来越小粉红了。就我看你们前面一个什么共和国卫视，他好像以前很粉红的，现在好像不粉红，他好像他说什么10年内不会统一了。我和他反过来了，我现在是我变粉红了啊。你怎么变粉红？你说，哎、欸。我现在也是看这种什么塔利班啊，这个反和外网去反贼，我也是恨之入骨的，这都非常恶心这种人。哦，我也想要武统的。哦，你看到塔利班，你也想要武统是不是？你也恨之入骨。是的，我嗯，不是，我是文统结合武统吧，我觉得有办法可以。所以你要讲什么？嗯，其实你我觉得总体来说嘛，其实台湾。这统一的人未必少，我觉得还是挺多的，这不敢讲而已。政治正确被政治正确压着，我觉得。哎，其实只要把政治正确一打开，可能大部分人支持统一。嘿，哦，尤其你，对吧？军事压力之下，支持统一的人很少，那纯粹放屁啊！我觉得肯定很多的，只要，只要怎样？对吧？有些这个叫打破政治正确吧，就是这政治正确很多数人是不敢表达，就是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我多数人嘛，总是我应付一下，比如说说我支持维持现状啊，包括政论节目，那很多天天骂塔利班拼命骂的人，我想他是应该是整天讲这种就深蓝的节目，总是讲美国要把台湾先不当乌克兰啊，这种人其实不好意思直说呀，这都是支持统一的，其实他们想法和统派完全一样啊，就是，哎，深蓝的节目想法跟统派一样，这什么好稀奇的？还要你说？然后呢？对呀、啊，哎，但是他只不过他没有直接说出来支持统一，只要说出来了，那么大家就引领这个风潮，台湾人都会支持统一了，我就觉得。他有限制，那些深蓝的，他只要把统一讲出来，大家就会支持了，是吧？对，很多他就差最后临门一脚，只要这个他我其实是有限制的。哪些深蓝的？你把它讲出来，你呼吁他们啊、哦？那就是中天啊，中天 TVBS 一堆名嘴啊，而且对啊，你喊出他的名字，你点名他，让他瑟瑟发抖，哎。就是比如说蔡正元啊、赖玉谦啊，什么一大堆啊。现在郭正亮，以前民进党的他都是变深蓝了嘛，哦、就是。哦，蔡正元、郭正亮、赖玉谦，你们还不呼吁统一？你们呼吁统一，大事就成了，赶快。其实就差最后一步了。这郭正亮这是讲的好恐怖啊，讲的无。统一就差最后一步了，你们赶快呼吁统一吧！临门一脚。对呀、啊，啊、哦，其实很哎，
他们大概有87%的几率不会听到啊、哦，还是有一点的几率会听到了啊、哦。好，然后呢？就是其实你从台湾的媒体看，你很多都胡说八道，哪里90%塔利班控制，90%是深蓝啊，我觉得是。你从油管频道嘛，主要是油管要看。90%是深蓝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90%就是一个观点嘛，就是类似一大堆油管频道，比特王出任务什么，大方向都是深蓝的嘛。那你有看过波特王吗？你有看过色图日记吗？这是少数，这个是，我操，那流量还少数啊！哦，好，不同这些，他们主要是海外，主要都不一定是台湾的，主要是主要不是讲台湾政治，关于台湾政治的，主要都是深蓝嘛，应该都是中间的一个系列。其实他光的是中天这是败笔啊，对他打中天的影响力，其实。好，你电麦了，好了，所以反正台湾大部分都是深蓝的啦，媒体啊、哦，对，你要退啊，就是在我你看街坊了什么，明显多数人是反对塔利班，现在要大家都在蓝白河，这意思就是大家还是想，大家塔利班是深蓝的思想的。好，大家明显都是反对塔利班的啊、哦，明显是中天，明显是都是中天那一套思想啊，其实而且台独教材你们老是把台独看教材看得太重，认为台湾年轻人天然独嘛，就扣了一顶帽子。其实未必啊，而且我就看了你像这个台湾台独教材，其实不厉害，尤其你以前有一个叫罗文好公民嘛，油管频道有一个叫，可能和你合作过的一个叫罗文好公民，他们开箱教材嘛。罗文老师哎，怎样？他就是讲台独教材没什么不严重啊，其实。哎，另外，因为你以前马英九，他说我维基百科什么都讲的，都是很小的事，哎，笑死人了。清朝、清廷这些事情上面咬文嚼字啊，一个慰安妇问题，最多日剧，这都是很肢解的。还有什么光复收回，都是那比香港差远了。那香港的这个教材，什么活摘器官都有的，香港的叫通识教育，很反中的。好，就是那个香港不是反送中嘛，就是很多暴徒打砸抢，就是被这种通识教育洗脑的。其实你怪美国嘛，也不对，对吧？我们很多粉红老喜欢怪美国，其实香港事情跟美国关系不大，就是通识教育啊，就通识教育，他们上课的时候，而且是结合时事的。就我啊，不是我瞎吹，我对政治什么这是各方面研究的很深的。他是一些粉红，他研究的太浅了，就是。跟美国一点没什么关系，香港以前反送中，就是他通识教育啊，是而且他是结合实事的，不是反送中出来马上教材出来，他贴的非常快的，然后就是煽动学生，他们就上课就煽动学生去闹事的，就是是非常反中的，就反中程度台湾的不算什么，不过我觉得统一后可能红搞不好他说像回学香港一样，他越来越反中。说昨天我听王炳聪也说，搞不好统一后一国两制，反而到他自己叫大长花，以前大长花太阳花又来了。因为以前等于是现在啊，等于一把枪顶在脑袋上，武统的这事情等于被人枪顶着脑袋还不太反中。现在等一统一这把枪拿掉了，因为我觉得台湾人都香港人也都可能会反中。好。香港也是，他统一前也是，他可能也有点怕武统，他没像现在，他不像现在台湾这个武统的这个媒体炒作那么多吧，可能也有点怕武统。香港以前都是爱国教育的，就是那统一好了，武统这根弦拉掉了，他就特别香港干嘛武统？香港就直接统了，香港就直接回归，我还武统干嘛？因为我看有些东西，他也其实有。其实和英国那时候也有准备要打仗什么，也有这种说法的。哦，因为撒切尔夫人当时和邓小平讲，以前是不是？哦，如果英国不放手，我就武统。哦，好。撒切尔夫人说那时候有谈话的时候，他一开始威胁邓小平的，邓小平也反过来威胁他。我说我现在我今天晚上嘛，我就能占领香港，什么这种话也讲过的。好。就是，而且就是七一回归当天，因为前嘛就是。好像也有一种说法，中国和英国的海差点打仗，就在香港附近。那个时候好像
也有，我看一个电视剧里也有人嘛，有参与啊，有个电视剧里也有人叫嫖娼被抓啊，的也香港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啊，你还要就是讲什么？那我就是说，哎，你哎，快点，对对，我其观实众人数掉很多了，快点，我不用怕这，不是。我你这又要推我，就是说，我不是催你，你快有没有就是像其实高潮，赶快来，快点，高潮来了高没？潮就是说你就你要有没有统一，高就是潮？有没有高潮？有高潮，就是就像当你要打开，有时候打开一个盒子很难的，你只要上面划一根，就我以前买的这东哦，那西，赶快啊，赶快上高划一潮！道，我就是划一道，就是政论节目主要的，这个教材都是主要的。教材都是台湾没什么大毛病，这个不可能。什么根本很小的地方咬文嚼字，清朝停，那就台独思想了，就台湾年轻人哦洗脑了。我就是啊，我为了捍卫台湾解放军来，我在拼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好。其实啊，对，而且其实我是看些，哎，我是吕秀莲他组织一些人讨论。都是，其实大家都是深蓝思想啊，就是只有一个黄志贤的弟弟，他是要三年的逃备战，他那避战，差点被人群殴啊，他当时大家都是反对他的，就是多数人，包括你年轻的这些大学生讨论，大家都是有很多人想要两岸交流啊，什么都，其实大家还多数人还是务实的，所以台湾多数人是要两岸交流的，多数人是蓝营的，所以大部分对，多人数是。可能都要支持对，这统一三幺九的，啊，这不是啊，这蓝我营的这个名话有点嘴就就差最后一啊，步，赶快出来呼吁啊，对，郭正亮、蔡正元，赖月乾，赶快出来呼吁啊！我这我争帮论你节目讲。它有限制，要关台，就是最好有些统派要先要，对吧？先要去游行啊闹，要打破这个限制。我们统一，既然是正台湾，既然民主自由嘛，就是统一，大家要可以讨论，不能够。不过民调你都假的，他说什么百分之一、10%的人，这太假了。那么大军事压力面前，哦，90%的人，我都是宁可战死，我也不统一。那明显假的嘛。关键还是统一，他要求不高啊，是只要一国两制啊，那统称香港，那就完全没理由，对吧？这就尤其是塔利班很恶心，专门说啊，把这香港说的好像民不聊生一样的，对吧？没这道理啊。我台湾不能变香港，这莫名其妙嘛？这个，在香港，哎，这次亚运会，我们大陆对香港人不要太好啊，这是手机少了，对吧？翻了几万个，都你这新闻看到嘛？就是翻了几万个袋子帮他找出来，对香港人不要太好，这哪里说的好像怎么迫害香港人一样的？所以台湾人，我承认共产党们是挺恶毒的，非常恶毒。都说老实话，我觉得这也是习近平。大概和台湾人有点什么过节，我估计他以前和福建也确实没必要，这没必要搞那么仇恨，就是两岸，你不承认九二共识就咋地了？其实嘛，那我就你不要催啊，就是啊，不，就蓝营差不啊，多了，你其他人都不催的，只有我拼命催，就是来，你对还要你讲们什么？蓝营嘛，就是政治正确，就是。完全他是他完全就是东施效颦啊，就是去拼命去学塔利班干嘛呢？对吧？他就像这次夏立言非常自己不轻松，包括以前香港的事情，你拼命强调，也是拼命强调不能，我要支持香港反送中，你对吧？完全东施效颦，你真的是支持香港反送中，你要他蓝营的人骂共产党什么的迫害香港，又不是这。你又不是这种味，你政论节目，你我有时候我倒回去看蓝营当时反送中的时候新闻大爆料，我看这种藤田共的蓝营节目，他怎么评论的？他根本是主持人都只好呆呆的站在那里，都念，那完全不像骂塔利班的，都很激动的。你政论节目都他为了要支持，他又不知道，又不是那种骂共产党的那种。就蓝营又骂不出来的样子，这都自己节目都做了傻乎乎的，你何必迎合这种政治正确？他就是应该说香港是暴徒，应该镇压他。
你这样的话，你2020年会赢，肯定赢了嘛，你就好好 OK 好，那就、哎、还有对，我就觉得现在还、哎、你们蓝营啊，其实就要捅，关键你们就是好，你们不捅啊，你们有迎合塔利班、啊，反而把很多统派啊，嗯，推上民进党。嘿，好，你看赖清德，他现在3%还有这30%支持率啊，一种可能作假，还有一种可能啊，就统派，统派倒戈了，就是。对吧？你说小粉红，你说我们中国大陆很多小粉红支持赖清德，台湾人也可能啊，台湾这种深蓝的人也和小粉红一样的，就是也恨不得武统的这种人，我觉得也蛮多的可能。嗯，好好、okay、因为赵春山也讲过，他说这个蓝营很多人想他有节目，他说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讲，蓝营很多人就是支持武统的，这气的呢。嗯，他说是和平交流，他被骂了，蓝营很多人说你帮塔利班解套，你说利比亚，你说什么？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那非常谢谢你啊，5030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再说两句啊。不，你怎么这其他人不推荐？你还要说多久了？也让你讲够久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啊，我不是，我这，我就是说，我最近还看那个韩国人啊，就是一个播主嘛，就是。那你怎么不去跟他口音呢？嗯。哦，他没有连线。哦，我现在很支持韩国人的，就是。哦，你很支持。我也越来越粉红了，哦、都是看。哦、对，确实。哦、我现在也越看越起，都是海外很多人。你怎么信念那么不坚定？你之前不是超级反共？不坚定，我。你怎么现在突然又变粉红了？啊，对呀。你的信念呢？信念。我没信念，我。对、哦，确实海外非要把中国讲的那么不堪，哦、我也觉得很气，其实就是很多润出来的人润人啊，他们是润人，润、哦、人就非要好像显示他润对了，是什么、哦？还有很多这种台湾的绿配，啊、对，我觉得这你从你从那个什么韩国人啊，这些，起码你很诚实啊，好好好，韩国人这些、哎、不是我还讲武统嘛、哎，等会儿再讲武统、啊。你现在是跟柳杰克的频道。在 call in， 你一直在倾诉其他，你对其他博主不是频道组的爱慕，这样不是哦不好意思，对啊，你好歹也说我点好话嘛。不是哦，那是这样的，我是讲武统啊，关于、啊、其实解放军，我还是认为解放军这么打是不可能的，包括他改国号，他也很难，就是武统啊，我觉得应该台湾人武统，我觉得好，我觉得就是台湾武统，韩国人来武统，我觉得韩国人组个黑熊部队来武统。韩国人是那个频道组韩国人，啊、对呀、啊，就是曹新成不是他说要组个黑熊部队，怎么都吹牛逼那种神经病。哦、所以要我觉得韩国人来组个黑熊部队来武统谁？专打塔利班来武统。武统塔利班。啊，如果因为叫你干这种事吧，就在你不太好吧？哎，好，对了，你也知道，那你这么好的建议，你还不赶快跟韩国人说哦，我都替你着急。自己也说的，他。这个人他非确实非常，他说要他除了什么锄奸部队，除了他打汉奸的部队，他自己倒也说过了。好，祝你成功。好，祝你跟他搭上线。他说他要弄个香港的，好户口，赶紧用到他要入籍香港，入籍香港去武统，因为香港的洪家事件嘛，不是。好，那个祝可以香港人可以搭上线，好不好？哦，我是刘杰克。哎呀，你还是要催我，好。不是吗？我你。哎呀，总归要跟其他人不催的。对，其他频道组的爱慕，你去那边讲啊，你不要一直在我这里讲，你多爱慕别人嘛，好不好啊？好了啊，你乖啊，你可以。因为叫武统就，我祝你叫你去武统不好吧？你会成为塔利班目，总不好意思。哎，对，谢谢你保护我啊。好了，那就这样了啊。好，谢谢你的分享啊。OK， 好。好，拜拜。唉，来下一位。Surprise！ 现在是工商时间，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荐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会员等级，叫做白金会员。那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？加入白金会员，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，以及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群组，成为高级成员哦。那至于私房影片是什么？高级成员有什么福利？哎，你加入就知道了。还不加入？赶快加入！